你看欧洲这个厕所就这么一个小锁，就这个锁在中国那不给你撬八回，我操，拿那个钳子一剪就折，你按一次给你偷一次啊，偷自行车的贼吧。嗯，这几号警察呢，嗯，前面那个大哥也在自拍，我也在自拍，人不自拍枉少年呢，这面环境还是不错，就我走走看看吧。哎，这边音乐，中世纪的音乐，这个大哥在这演唱，看城堡，随我来看一下。哦，行，这就过来了。完全迷失了，我在哪儿呢？哎呀，这不是毕加索吗？